金鱼开脑切巨楼大过佢个头。病人 George 上星期经检查发现脑部有巨大肿瘤，游水同食嘢有困难。佢嘅主人已经签咗同意书，花1560港币帮佢做脑瘤切除手术。George， 我哋会帮你做麻醉噶，你依家倒数十秒啦。阿护士，帮我喺病人个腮度插管，注射加氧嘅水。病人只得80克重，一定唔可以失血超过0.5毫升噶。发现肿瘤，准备切除。好，手术成功。George 休息咗几日，康复情况唔错，如无意外游多20年水都唔系问题啊！放心翻屋企啦。